对了，签名啊，有，当然有。才刚下车，一见记者，马上来个投票规章大抽考。Sandy 吴珊如挽着爸爸吴宗宪手臂，下午2:30现身内湖投开票所 ，TVBS 独家直击。多参与民主政治啊 ！OK， 每年必来是不是？对啊，每年我每年必来。有，但是跟他来就是会被你们注意到，之前都没有被大家注意到，蛮好的。Sandy 挺着约7个月大孕肚，披着黑色夹克，身形上看不出太大差异。父女俩说，投票是公民的权利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只是身为演艺圈大前辈，吴宗宪最近也被在风头上的汪小菲给找上。据传两人通话时间长达40分钟，不介入人家任何的情感的那个角度嘛？对啊，那是他们的家务事。那因为现在就是。搞到甚嚣尘上，还赶快平息吧。也许是知道越多就越不能说，汪小菲和张颖颖的关系，除了女方主动发文说这段时间一直在安抚男方情绪，近日更曝光汪小菲微信朋友圈中爱就爱了，后果能承担，我也问心无愧的言论，坐实两人恋爱关系。不过同步在传还有一段音档，疑似汪对张爆粗口，在汪小菲本人亲自回应前，这些都存在满满未知数。比较少，对呀、啊，因为没有工作上没有一起啊。艺人大 S 与前夫汪小菲的风波持续延烧，我们今天也守候在小 S 居住地所在的投开票所，截至投票时间结束下午4点之前，他人都没有现身。整整一天也未见小 S 现身，为了避风头，似乎也影响了 S 一家的投票意愿。TVBS 新闻吴俊伟、卢鸿昌、徐云婷、张木君台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